非常期待，非常兴奋，因为每年每年都越来越好，比赛的环境也越来越好，观众也一年比一年热情啊，很感动啊，因为我们台湾可以办出这么国际性的一个赛事，这一路走来，海硕杯其实越来越用心，对台湾的网球是一个很大的支持。海硕今年第八年了嘛，所以我应该参加八次了，就是会特别期待在台湾人面前就是比赛这样，每次只要人越多，我就越兴奋。自己的国家嘛，然后家人都会到齐啊，对吧？也希望在这里能把自己最好的表现拿出来的。在家的比赛不缺席啦，是有点像国家代表队的比赛，就是会有那种兴奋的那种感觉。说比是一个 challenge 有迄个一个爱吧，我感觉迄个程度蛮高啊，对咱台湾的选手嘛，较有机会当较爬起。I really like Kaohsiung. I love Taiwan actually. I think it's a fantastic place. The OEC Open really make it an easy experience for the players. All the more better.